哎，常志英这天算赶上了，随大溜一块买，都买的是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这仨狗最厉害，买吧，买完坐这等着啊。老板很高兴，说今儿卖的怎么样？说一二三的卖了不少钱啊，七号没人买啊，因为什么呢？一二三都这么大的狗，嗯，这七号这狗这么大个，嗯，有这个有啊，当然有了是吧？过去据说秀狗很小啊。有一次我到东北见一朋友，说听说你买一秀狗，买一秀狗在哪儿了？这不骑着了吗？哈，这是秀狗吗？这个啊，秀狗小，能搁袖子里边。别看它小，它腿还短呢，是吧？跑起来这最慢，没人买。老板很高兴啊，太好了！比赛开始，给这个来一针啊，扑打进去，来一针打完了，啊，这狗都疯了，拦不住了已经。啊，这一开始蹭一下子出去了啊，就跟拿枪把它打出去似的，追那电兔子。电兔子往前跑，快跑了一半坏了，电兔子跑坏了啊，吧唧不动弹了，呼，这帮狗全上去了，咬着电兔子，这七号都快到头就回来了啊，跟着一块咬，把老板气坏了啊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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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抢着兔子去，有工作人员过来了啊，抢一会儿回来，老板这抢不了这个，你看这啊，我咬掉了都，等着吧，等了半天把电兔子修好了再跑吧，七号的药劲儿过去了啊，躺着不动弹了，要了命了，这场的钱都不够赔的了。哎，常志英也常发，哥俩挣了钱了，都是一等奖。嗯，拿完钱高兴啊。志英说：“这以后咱们天天来吧。”也常发说：“这不灵了，就一次啊，今儿是赶上了，挣了钱了，咱哥俩吃饭去吧。”嗯，好啊，上海滩啊，好吃的东西太多了。美食那是，走吃去吧，上城隍庙吧，什么好吃都有啊，转来转去卖什么都有，最后有一家小店卖什么呀，生煎馒头啊，弄得很好，面发的也好，馅和的也好，汤汁也大，哗端上来一大盘子，常志英终归是个文人哈、啊、拿起筷子来啊，拿过口布还擦一擦，要加还没加呢，对过叶长发那嘴快，拿起包搁嘴里一咬，康康一口，顺着嘴角滋摊出来了，啪，全喷在常志英脸上了啊！常志英当时就愣了，纹丝儿没动啊。旁边伙计过来了，哎呀，先生对不起啊，那个手巾擦一擦，接过手巾来，他也不着急，他那还一盘没吃呢。两个人在上海滩这儿是东游西逛，这儿吃那儿玩，挺高兴，连玩了半个多月，这天晚上由打白天转了一圈，晚上回到酒店，坐在这儿自己想，哎呀，你看玩的时候啊想不到这些个，这会儿天晚了，坐在屋里边，人的思绪啊不住的胡思乱想，想来想就想到自己妹妹身上了，哎，叹了口气，什么时候才能见着我妹妹，什么时候何家才能团圆呢，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边随便的溜达，屋里有一张字台，无意中一拉这抽屉，由打里边拿出一张相片来，不知是谁掉在这儿了，常志英拿起相片一瞧，哎呀呵，是他，一男一女两个人啊，这个女的啊年纪也就是20来岁，这个男的呢比他大这么10岁左右，看着剑眉虎目，人很精神，拿过来一瞧，常志英当时啊就愣了，照片上这俩人是谁呢，我要不说你就不知道，这是废话啊，谁呀，常美英啊，是这位常大爷的三妹妹啊，小妹妹美英，想当初嫁给一个东北人了，离家时间很长没有消息，今天在这儿发现了，一瞧这照片，哎呀，常志英这眼泪呀、啊，吧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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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下来了，没想到在这儿能看见我妹妹的照片，常发过来了，怎么了，谁的相片，你看看啊，你瞧瞧，这是我小妹妹常美英，
你要找的那个啊，那是玉英，这是美英，这是小妹妹啊。我没想到在这儿，哎，这个男的就是她丈夫。我跟他算起来也好多年没见面了。你说这个啊，喊茶房，茶房就是楼层的服务员呢。一会儿功夫进来了，先生您什么事儿？我问问你，在我们之前啊，这两个人在这儿住过吗？是在这儿住过，啊，这是有一个月的事儿了吧？走了，嗨，失之交臂。人往往就是这样，大千世界，芸芸众生，有的时候你要找的人和要找你的人，往往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擦肩而过，啊，你瞧这怎么话说的？哎呀，长发呀，咱早来一些日子，嗨，不要紧的，我跟你说，这就有希望，啊，看来我这计划是对的，我带着你啊，咱们天下云游，啊，周游世界，一定能找到。哎呀，这得什么时候找着？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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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着急了，这照片你带好了，啊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，啊。只要铁杵磨成针，你一定能结婚。这不挨着这个啊，反正你下定决心，你跟着我啊，我也没什么事儿，咱们满处去吧。哎，好吧。转过天来，又打这儿出发。叶长发说了，我带你去个好地儿，千佛山真屋顶那儿有庙会，这可热闹，咱们走。俩人坐车奔千佛山。嚯！一到真武顶这儿，哎呦，从一上山开始，两旁边做买的、做卖的、推车的、担担的啊，卖油的、卖面的、卖米的、卖蒜的、卖茶鸡蛋的，卖什么都有啊，到处都是人。两个人数着台阶往上走，是东瞧瞧西看看，很高兴。猛然间，在前边发现一帮人围着一个圈儿，周围这人还都说话，呵。跟你瞧这事儿闹的啊，呵，你看看，中国人呐有一个非常好的优良传统，好看热闹，要说哪儿创了人了，大伙儿高兴，好些正事儿都能耽误了啊，这个不能错过，因为这个不经常能遇见，都看，今天也是，好多人围这儿瞧，常之英。叶长发啊，两个人虽说是另类工作者吧，但是对这个爱好还是有的啊。来来来，看看看看看看看，分开众人往里边来，人群里边俩人揪的一块打起来了。有一个人呢，身上光着膀子，底下穿着一条短裤，这边让他揪着这个呢，看着穿上打扮呢。很普通的一个小商贩，俩人撕不一块儿。哎，别介呀，啊，常之英热心肠，别打别打，有事说，把俩人就给分开了。嗯，有事咱们说，千万别打架啊，有什么事都冲我说。光膀子这一听啊，有事冲你说，这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问你啊，天冷不冷？冷啊，我这样凉不凉？凉啊，我有事冲你说。对啊，没事兄弟，不要紧的啊，走到街上碰见了有缘呢，有事你跟我说。我那狐皮大衣没了啊，打吧。怎么呢？再搭茬你得还他衣裳，这可赔不起。一问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小伙子呀今天上这儿来玩来了呀，一瞧，呵，啊，有点意思啊，做买的做卖的，打把式卖艺的，唱大鼓书的，一瞧这儿还围一帮人啊，正当中一小伙子拿着板正唱鲁达厨霸呢啊。